这物业呢是青春少林街啊，青春少年家，它位于东区建成路737号4楼之三，它基本上是一个环境很好了的一个物业，两房两厅一卫，两个阳台一厨房，有车位。这间房子呢比我想象的还要好，那因为它位在国泰世华银行的后面，然后呢。外面呢又非常的热闹，然后交通非常的方便，生活机能很好。各位朋友，假如你对法院拍卖的土地还是房子有兴趣的话，请加我的 LINE 账号，或是直接打电话给我，我将非常乐意的为你服务，提供详细的法拍资料。这房子呢，它的总建坪有30.32坪。它的建物前幢也是30.32坪，那它总共是14楼的。那我们这间呢是在国泰世华的旁边的14楼的4楼。